这是我女朋友贺凡晴，她是奇妙装饰的行政主管。虽然你对我有感觉，可是不行。我们私下做朋友吧。我知道，她是我领导。晚上我请你同事吃饭，你把名单定一下。小夏，没看见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见？我们就见了。听说你们快结婚了？没有。你姐姐，我同事。你外甥女，跟我亲近一下啊！你绝对会在一年内被他抓住。你不觉得你在这段关系中太焦虑了吗？这样感情，这种方式太可怕。我把你当家人了。袁颂还是在努力的靠近你，你也在努力的去抗拒他的吸引力。可是我认，这就是爱情。我现在没办法强制喜欢你，我希望何凡心成为我的女朋友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对你。为什么没有说过？你的理智告诉我，我们比一般人只能活得更好一些。要跟你保持距离，哪里做不是感情上的分手？我道歉，对不起，你走不下去了。要见的不是要见家长，这一次都不随便碰到我儿子。我觉得你没有结婚处得挺好的，那是我的私人领地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哪里不好？是错的，知道吗？是我两个人都错的吧？但一定有一个人做得更离谱一些。我看你幸福，无论跟谁在一起，我都祝福你。我们要努力假装不在，假装一点都不爱对方。关上门，回到了真实人生，写下了这躯壳，又满放空着，自由的生活着，不好不。只不过就是一个人在唱着，爱的太深刻，我比从前想你了。这些年我勉强笑着，努力活着，做个更好的人，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。爱得太难舍，我比从前爱你了。谈感情总没有天分，太过认真，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。是我。